正应由祸兮道，将长缘信煞断肠，借重令气如接正，不念失敬，真是不要脸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拿她。出事伤风败俗不少妇道，今日陈景错受害者，我却被陈宇井下溺死，平复他们心中的嫉妒，维护村子的忠贞节力，怨念驱使我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是非颠倒，黑白混乱，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欺辱辩驳再造，不辨是非之人的嘴脸，他们所有人都要死。谁在那里？是我，玄虚。道长是否看到那厉鬼？这么凶厉的妖孽，真是世所罕见。要不是贫道还有那么几招看家技艺，恐怕小命就得交代在这儿了。那妖孽携一众鬼怪袭来，仅存大肆屠戮，整个村子瞬间化作了阿鼻地狱。也不知他与这河西村到底有何仇怨，此事颇为蹊跷。我劝你呀，也好自为之，别趟这趟浑水为妙。道长好意，在下铭记于心。不管其中有何因果，在下身为斩妖人，
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哎，就知道你跟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不一样。贫道之前看到一些幸存的村民和村长一起往村西去了，那妖孽也追杀而去。你赶紧动身，兴许啊还能救下几条人命。你我也算相识一场，此行异常凶险，这东西就送与你防身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老朽老眼昏花，全因那罗秀才、刘胖和龅牙身及其家中妇人是非颠倒，才错将你陈景。老朽后来查明真相，也是痛惜不已呀。求你看在老朽对你儿照顾有加的份上，原谅老朽的罪过吧。你若真有愧疚之心，对我儿照顾有加，他饿死于山神庙时，你在何处？这我，我看你等有斩草除根之心是真，今日我也斩草除根于你等。饶命啊，饶命！你我本无仇怨，之前暂且留你一命，你却又来送死。你乃怨念所化之鬼，杀孽深重，我作为斩妖人，自然不可坐视不理。他们皆死有余辜，这世间如此多的因果往复，你一人管得过来吗？因果循环无法根绝，依附因果诞生的妖物却可斩除。一旦出现为祸世间破坏阴阳平衡之物，我辈之人就非斩不可。是的。
浩劫过后，陆云川与幸存者安葬了楚氏母子及一众村人，之后继续启程。谁啊？队友打扰，敢问祠堂何在？不知道，走开，快走开。真是稀客，大侠来我们这穷山僻壤，有何贵干呢？在下陆云川，师弟汤文杰乃龙王山人，不久前于岐山不幸罹难，今日特将他骨灰送归故乡。交给我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师弟可曾向你提起过咱们村的事儿？没有，二师弟自有父母双亡，随师父入派，只知故乡是龙王村，先生何故此问？哈哈，随口一问，大侠远道而来，乡里本该尽地主之谊，只是近日里村内外瘴气弥漫，大家都闭门不出，恐怕没法招待大侠了。无妨，说起这瘴气，据师父说，二师弟的父母也是瘴毒发作而死，先生对此可知一二？哈、哦，这瘴气啊，每隔些年月就会出现，过些天便散了，未曾听说过谁因瘴毒发作而死。你就不必多虑了。如此，陆某就不做叨扰了，就此告辞。大侠走好。还是我不远送了。哦，对了，
大侠切记离开时千万不要走山路，山上瘴气浓重，上了山势必迷路啊。多谢先生提醒。嗯，那只虎妖，站住！站住！狐妖忽隐忽现，陆云川追他进入了山林，四处张望便寻不到狐妖，转身准备离开山林之际，发现村子不见了。